都同意哦，这边有明信片。啊，这边有明信片。对对对。这个送给你，谢谢。哦，这边还有哇，你们是海运的要出去玩哦。来来来，四个都同意，让买家消迪亚吧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卖家消迪亚吧。哦。哎，这里是台南哦。还有啦。同意，嘿。哎，爱咖喱的饼又供，这是明信片。哦，你们是才看一看，我才要拿，才看一看哦。你们是出来玩，好玩的，玩这个假期愉快，好，拜拜。而且摩托车也可以塞呢，你看，你看。来，这上口令，好，四个都同意卖假消迪亚嘛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。不错呢，没有想的绿耶。老板，我就不发了哈。这送给你明信片，谢谢。很麻烦，没啦，哎，我在你后面哦，我走快一点，我走快一点，我超过你较好啦哈。谢谢谢谢，加油啊！让白脚消迪亚吧，哈。这送给你，记得要公投哦！哈，四个都同意，来看一下，不要吃毒猪肉，哈，卖假消迪亚吧。来看一下，四个都同意卖假消迪亚吧，哈。来，四个都同意公投，我们不要吃毒猪肉，哈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要吃毒猪哦。嘿，老板，谢谢。来，让我们讲消迪亚吧，哈，四个都同意，谢谢。来，这送给你，我们不要吃毒猪肉哈，让白讲消迪亚吧，保护藻礁，谢谢。嘿，陶哥多谢。来，这上好利，哈，让白讲消迪亚吧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假利今天台湾猪就丢啊啦哈，谢谢谢谢。同意，让就不会吃到毒猪肉啊，对生意什么都会比较好。好，谢谢，爱健康啊。哎、hey, ，对，老板，爱你，老板。哎哎，季亚来了，这上口令哈，谢谢谢谢，卖假消迪亚吧。来，我们不要吃毒猪，四个都同意，谢谢。来，身体健康，不要吃毒猪，看一下参考看看，谢谢。这明信片送给你们。我们不要吃毒猪肉哈，这个是公投，哎，四个都同意，让不要讲消迪亚吧，为了身体健康，对，哎，四个同意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好喜欢出来玩哦，你看，尤其是遇到像这样，这明信片送给你，我们不要吃毒猪肉，公投要去投哦，四个都同意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这给你，公投要去投哦，四个都同意卖假消迪亚吧。来，记好这口令，好，不要吃毒猪肉，
我们四个都同意，不要吃毒猪肉，保护藻礁哈。那谢谢。四个都同意，不要吃毒猪肉，公投要去投哦哈，啊，保护藻礁，谢谢。哇，你看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竟然售完了，竟然完售，哎呦哎呦，生意太好了，生意太好了，老板好。这么早就卖完了，哦，好好好，有机会再，我看你那个照片，五够水呢。哎，老板，这是台湾猪嘛？你用的都是台湾猪哈？啊，太好了，有标章，有标章。好，来，老板，那这个给你，我们不要吃毒猪肉。好，四个同意，谢谢。姐姐，这给你，让宝爱讲小迪亚吧。有那个付费的洗手间。哎呦，我不知道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给你。我们不要吃毒猪肉，好，为了下一代的健康，来，我们不要吃毒猪肉，为了下一代健康，谢谢，四个同意。啊，啊，还我！啊啊，我怎么会在这里捡到这个？讨给你，哎，这个哦，台南，我在台北都吃不到呢。台北吃不到，只有你们这里有，我要两盒。哦，是因为这个季节啊。嘿，老板娘，我要两盒，我要两盒。我最爱来市场了，我一定要攻占这个市场。哎，两盒还110耶！哦，老板，两盒还110耶，我刚才看到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哦，这个我很爱吃，这个哦。客人都沾了一点点那个，你最好在吃就把它。哦，你这个还有加砂糖是不是？还有加吗？那个一定要这样加，还蛮。一定要这样子加吗？真的哦。还有加甘草粉。好，我怕胖哎、欸。不会啦。不会哈。这么苗条还说胖、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也很，你身材也很好啊，嘿，浓纤合度。没有啦，老板，这个给你啊。好，这个不要吃毒猪肉。好，希望四个都同意哈，谢谢谢谢。那你是来玩的还是来宣导的？哎，我是来宣导。哎呀、啊，好，谢谢，加油加油哈！加油加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有狮子会，我去跟狮子会高官级嘞。哦，你们这里是狮子会是不是？好，没啦，我在那宣导，嘿，最好你，好，希望大家不要吃毒猪肉，卖假消迪亚嘛，要去投票哈，谢谢。你是同意吼？你是这一家拉面是不是？你这是拉面店是不是？你都是用台湾猪哈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会有那个莱克多巴胺的哈。没有。哦，赞赞赞，谢谢你们啊，帮我们保护。我拢四项同意的啊。拢四项同意哈，哎呀，你看这恁阿外国追啊。我说侪人唔知，是安那？第一点。你唔知道不同意是咧不同意啥货，同意是咧同意啥货，对对，同意不破坏藻礁，嘿，同意反莱克多巴胺，反毒猪咯，嘿呐嘿呐，开启合适，头家你真正你，哦，迄种大选绑公投，嘿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样对无，我知影啦，哦，哎，老板你有做功课呢？没有做功课，我是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厉害？这个美女你知道吗？公投，公投的代志，嘿，为了下一代哈，一些狗嘴的婴儿哈，你不爱吃消迪亚吧？同意票，这进步太可怕了。哎，同意反莱克多巴胺哦。这太可怕了，这
快多了。哎，都给你一些啊。哎，你不会受到影响哦、啊。这里台南呢、欸，台南可以哈、喔。上个吃小弟阿爸啦。本来就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起码我连猪肉我都不吃了。你们会不会有影响？不会啊，还好啦哈，因为你们信誉保证。我看温体猪有没有？同意，四个都同意。同意。头家你好啊，那个妹是几张啊？我要帮你介绍。我回去帮你介绍。哦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按时开灯嘞、欸，你看，按时开灯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有一个小孩。我两个。嘿，我不要给他们吃到毒猪。嘿，好，你也两个哈，身材这么好。同意，谢谢，加油。最重要是要去投票。哈，来，再给你一张，好，参考一下，谢谢。谢谢，哇，太棒了！真的，因为我跟你也有不同意我哈，他都不同意一种的模式啊，他不同意讲小弟吧？他以为对，他给你欧龙蛇斗，对，老板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、你的肖像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上面播？可以哈，谢谢啊，我再帮你介绍，嘿，记啊。水狗牛啊！你无啦吼，你这个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！你八十多岁哦，身体这么健康，打扮这么漂亮，时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记得要同意哦哈，拜拜。我直接给大家看，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了哈。我们先给它拍起来。哇，这看起来就好吃的呢！哇，有吗？嘿，要不要吃一下？好，我买一下，好不好？甜度都可以调，甜度都可以调哈。好，那我要。您出来就宣传嘛。嘿呀，咱不爱讲小迪亚吧？嘿呀，咱不爱讲小迪亚吧？爱投同意票，反对莱克多巴胺呐、啊。哦，那吃下去对身体。不知道以后的伤害是什么，卖假啦。妈妈，我这个是直接丢啊，啊，直接丢。台湾这种好啦，假台湾地就丢啊啦。啊，可是我怕在外面吃四神汤啊，然后那个霸丸啊，香肠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说，那就都不要吃就好。不能不吃，你到时候会误食啊。哎呀 ，man 不要紧。会有宣传嘛？啊，不然的话那怎么办？哦，就对啊，对啊，嘿，那个吃下去对你的神经，对你的尤其三高的人，那个身体的负担很大哎、欸，那不爱假，你会一定会误食到多多少少啦，惊安内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是自工还是哪一个？没，我自动自发哎、欸，我有两个音啊。嘿，谢谢啊，很过动，我、哦、大家吃得来猪要更过动，谢谢。